周太太，你在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吃寿司郎。为什么要吃寿司郎？哎、欸，其实今天不是我们第一次吃寿司郎，这是我第三次吃，小朋友第二次吃了。等一下，你也是第二次吃。我现在为什么你有个啤酒？因为这边的旁边就是一间 Seven， 它有卖生啤，然后我们就想说买一杯喝喝看。超贵，一盘29块。我们对寿司郎的印象非常好，它东西蛮好吃，就觉得好好吃、喔。上次跟 Alan 哥还有他的小朋友一起去吃。对，然后那次没拍影片，可是这次我们特别又来吃。今天有什么寿司郎的秘密要跟大家讲？先讲一点好了啦。先讲一点好了哦，先讲一点。现在大家来寿司郎用餐都会习惯性先用 App 先定位，它其实有自己的 App。你在定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选择你是大人或者小孩。他可以选择他那时候要出什么餐比较多。可是我觉得小朋友一定有小朋友比较喜欢吃的。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现在发型好好笑哦。我今天发型白雪公主的发型，我好想买一个苹果给你吃哦。我儿子说我弄这个黑色的，然后就卷发，摸我头发像白雪公主。可是我比白雪公主聪明，我绝对不会吃别人给的毒品。来，请你喝啤酒。喝啤酒可以，可是我绝对不会吃别人给我的毒品。白雪公主很笨。好了，我们先去吃啦。等一下再跟各位聊一聊，快饿死了。好 ，Let's go。Need someone to hold my horses， cause I go fast， yeah I go hard， wanna find some peace， so I pray to God to find a way。那我用 app 定位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报道。还要报道？对，要报道。你刚才都忘记报道。所以要记得报道。对，要记得报道。哎，你晚上也要到我的床边报道。好了，没问题。这个已经没了，这边是新的吗？这边是新的，对，我们现在限定。OK。我们今天啊，就把所有的限定啊，通通点一次来吃看看，到底好不好吃。哎、欸，今天是限定款哎、欸。对啊，来试试看。跟你老公一样是限定的。真的。真的，你老公那种可遇不可求，那优良品种，真的不好遇到。赞同的请在底下留言。大家已经赞同了，已经赞同了，真的。有人很过分，明明说要吃限量的就，就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很过分，我第一盘就拿银色的。银色的。对，它就有分价格。哎，银色的是60块。对，银色的是60块，红色的40块，金色的80块钱。那吃一下这个叫什么？这是蒜香苹果烟熏鲑鱼。寿司超长，想说哎、欸、有苹果的鲑鱼寿司感觉蛮酷的，来吃一下看看。哎、欸，这上面有苹果哎，感觉很棒哎。对，感觉蛮酷的，来吃一下。我要吃哦。苹果是甜的。可是我比白雪公主聪明，我绝对不会吃别人给的毒品。来，苹果是甜的，苹果是甜的。白雪公主看到这个闪闪发光的苹果，很想吃。苹果是甜的，然后又有烟熏味，然后上面还撒了蒜蓉酱。这我应该不会吃第二盘。白雪公主很笨，白雪公主很笨，这口味好特殊。你讲的好保守、哦。不会不好吃，就是很特殊这样。第二样是鲑鱼父亲子，就把父亲吃到肚子里了。父亲，吃一下看好不好吃吧。哎、欸，看起来很不赖哎、欸。这个也是60块的，这也是贵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也是60块。吃一下看好不好吃？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哎、欸，这个鲑鱼看起来很新鲜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鲑鱼油脂你看。对啊，那个油脂看起来。而且很均匀，你看那个线条，哇，那个线条真的太超过了。而且上面还有这个鲑鱼卵。有没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白雪公主吃鲑鱼？白雪公主刚才已经吃苹果了。嗯，它很厚。多厚？很油，非常油。好吃吗？吃起来感觉？如果你喜欢吃鲑鱼，喜欢吃它那个油脂的话，你一定会非常喜欢，觉得它整个油脂是很油、很油、很油的。真的？对，它白色的地方很多，白色的地方。白色地方感觉好深思哦。对，它白色的地方很多。你老公白色的地方都很少。可是我觉得呢，就是寿司郎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东西真的很新鲜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觉得它吃起来很新鲜？
寿司郎很厉害，每一个寿司他们都有在计算他们走了多远。说真的还假的啊？真的，他们每一盘寿司不走超过350公尺，只要走超过350公尺就直接退役。是哦，寿司上面也有小米手环吗？有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是有带 IC 晶片在这里。哎，真的还假的？每个盘子后面都有个 IC 晶片。对，他呢，只要算这一盘寿司走超过350，他就把它拿下来。代表它已经不新鲜，所以呢，夸张哦，你吃到每一盘寿司都是非常非常新鲜。那超过350公尺的，可以直接送来我这边吗？其实我也是送你，我这400公尺我也可以接受。对啊，这样有点浪费。不会啊，人家是他们东西跑的速度很好，而且他们啊都有算，就是什么东西什么时间该出什么料都有先算好。小孩比较多的时候，你们就会发现餐台上的玉子烧，还有一些茶碗蒸，小朋友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就会比较多。我这个是松茸茶碗蒸，也是限量的，对，好怕，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可是我觉得那个图文不符哎。为什么？你看我的是长这样，可是照片长这样哎。完全不一样，它是图文不符哎，会不会料都在下面？这不重要，重点是好不好吃。这个是，它料应该都在下面。对，这个是40块的，不贵。它的料非常的多，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，对，扇贝料很多。然后它的蛋啊，它这个味道吃起来比较没有连锁的味道，就是有那种真的在日本料理店吃的那种汤。哦，我知道你说的那一种，就是比较就是没有真鲜的那种感觉啊。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吃真鲜都吃习惯，就吃这个就觉得这蛮高级的，有新鲜的蛋的味道。对对对，我真的比较容易满足。好可爱的，它附一个小酱料，打开看一下。哇，它乌龙面，它牛肉面看起来很不赖哎。松茸牛肉乌龙面，这也是限定的。对，这看起来很不错，我要来吃吃看。你这看起来，虾子也来一只，虾子看起来超大的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台湾怂，很怂这样，可是东西又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寿司郎，我对他的印象，对他东西真的都蛮好吃。他其实没有地雷，我上次吃到现在也没有觉得有踩到地雷。肉，他汤有一个味道哎。它是菇味，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牛肉乌龙面的里面的牛肉给的不算少，还算多，面的分量就是一个人刚刚好，汤很烫，超级就是很烫很烫。我觉得很喜欢吃热热的食物，它的汤是非常非常烫，里面的咸度也很刚好。如果这个牛肉乌龙面如果满分10分的话，我可以给它到8.1分，哇，很高分呢！我觉得它的牛这个乌龙面蛮好吃，很 Q， 超级 Q， 它的乌龙面好吃。Need someone to hold my horses. Cause I go fast, yeah, I go hard. Wanna find some peace, so I pray to God to find a way to fix it all. I'm in denial, I'm undercover. 最后两样季节限定，介绍一下吧。最后两样，哪两样？这个冲绳产的林奇乌贼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今天的重头戏了，这是带头大鲜虾。我喜欢带头的又是大的，我觉得可是很期待。可是它很软，它不硬。不会，它很脆。它很脆吗？它银色盘子的。哦，真的，它会爆浆吗？我不知道，要试试看。好，那先吃这个。好吃看看。乌贼限量的哦。乌贼，我没吃过乌贼，真鲜他们也只有花枝而已。真的还假的？乌贼是高级货哎。来试试看乌贼。这我不喜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喜欢乌贼？很少看到你不喜欢的。因为这个里面有个那个菜，那个菜就是有个味道。那你可以把紫苏拿起来。我不喜欢那个。我觉得是那个紫苏叶的问题。那你要不要再重吃一次啊？
先漱口一下。我愿意这样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好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多。好吃多。就是不喜欢那个芥子香。吃起来什么口感？乌贼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它比较软，比较滑，软软滑滑，不是 Q 的，不是脆的，咬起来没有脆度。这两条多少钱？80，1条60。我们先把头弄掉，先把头放到嘴巴里，这样，然后把它吸干净。我先走了，我觉得看这个动作有点危险哎，我不想要靠你太近。我比较喜欢吸干净啊，可是我不喜欢分丝。怎样？好吃吗？ 好吃。我要放进去了。这个角度不可以，这个角度不可以。通常我要放进去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吗？好吧。好，我要放进去了。嗯。这好虾子好脆。很好吃吗？真的假的啦？对。你不要诱导观众哦。这虾子好脆。吃起来那个虾子有什么味道？虾味。废话。就虾味。是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，它蛮脆的。嗯。新鲜哦。很新鲜，它的虾子很脆，很新鲜，而且他们把肠泥什么都弄掉，你就可以一整口把肉全部放到你嘴巴里。哇塞。啊，结账了。你要结账了、哦？对。欸、你吃很多哎、欸。我快被你吃垮了。觉得我们吃还好，哎、欸，我们没吃午餐哎、欸，这样算起来很划算吧？你看吃这么多，真的吃很多哎、欸。真的真的，我们今天吃的算多了。吃多少钱？我们今天吃1580块。我们要结账，我们有这个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几点卡。几点卡它有分成大人版跟小孩版，大人是蓝色，小朋友是黄色。那它大人跟小朋友的差异呢，是只有一种而已。小朋友就是你来，你只要有来，不管你有没有点餐，都是可以集一点。那大人来的话，就是你们300块以上就可以集点，那3点呢就可以换转扭蛋的机会，那小朋友是只要2点就可以换转扭蛋的机会，只要是2的倍数、3的倍数都可以转。所以今天只有我们今天只有3个人可以转，就是我、缇耶娜跟悠悠，老爸不能转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自己有跟朋友来吃过一次，所以我这一次是第3次啊。你跟谁来吃？跟朋友吃啊。我认识吗？认识啊。好啦，我不认识啦，拜拜。怎么啦？你不认识？哦，谢谢。小朋友的我刚刚看应该可以转2点，那大人3点就可以。好，我们一边还有需要在这边换吗？对，我再帮你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刚刚已经换到了寿司郎给我们的3枚代币。哎，感觉很亮哎。对啊，来转一下扭蛋吧，看可以转到什么。它其实就是这边它有写现用寿司郎专用代币的，你都可以选。刚才里面好吵哦。对，刚刚里面太吵，没有办法录影，所以我们决定把3颗都转完，然后来这边出来开箱给大家看。我们很幸运，3颗都转到不一样。真的还假的？你转到什么？我转到的是这个。哪会动？屁股哪会动？它这可以扭动的啊。那是你痛，又不是它自己动。它会这样子。我以为是它自己动。很可爱吧？好吧。这是金鱼。好，那下一个姐姐转到是什么呢？姐姐转到是这个有鸭子。欸、这很像我们去美国看到的那种。哎、欸，这鸭子好 Q 哎、欸，一大两小是怎样？好可爱。这是走亲子路线的吗？对，而且它这个的头也会动，它的头是可以这样。哎、欸，这一组不错哎、欸，很精细耶、欸。啾啾啾啾啾，你爸把它脖子扭断、欸。站在旁边。又转到是他最爱的河马。你爱河马吗？我第二爱的才是河马。又转到 hippo。哇哇哇！河马，河马。今天在寿司郎吃饱了。对，我们吃饱了。好吃又好玩。对，好玩，而且好玩是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可以转扭蛋。你如果是第一次来就不会有。说，你还有什么寿司郎的秘密没有跟别人讲？我觉得寿司郎吃完都好饱。我们今天吃了1500多，超撑。对，可是我觉得比我们想象的金额稍微便宜一点点。对，真的还好。2000块，因为我们真的超饱。我们真的吃很多，可是你要想，我们是2餐一起吃，所以没有很贵。就很贵。2餐，因为是我刷我的卡，不是刷你的卡。刷你的卡1500，你觉得贵不贵？还好。刷你的卡加油。哎，我买了精灵球 Plus 2990，好贵。超贵。好贵。超贵。就算刷你的卡，我也是觉得贵。还有一个人买了角落生物的门票，好贵。
超贵。好了，我们明天见了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对，那个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跟5点半都会发布影片哦。还要订阅悠悠的频道，还要订阅，还要追踪新电台影，还有老班的爱。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aid night.